果林婷又站在上面了，你们都塞车了啦。往前面。不是这样子玩的啊！林婷要你坐里面啊，帮吴心意帮你推好了，吴心意你帮他推，好了，好了，出来了。哎呀，凯凯他们呢都没有看到哈。那我们呢，还有其他哥哥姐姐，等一下两点三点四点，还会在这里这个秘密基地里面，跟大家一起玩游戏讲故事哦，好吗？如果你们想要进来的话，欢迎。哦，那个幼稚园的走了，别叫青青哎。游泳啊！林婷又也在游泳啊！这里球比较多哦。挖你的袜子，赶快去那里坐着穿。哇，你要跌倒了！啊，对，坐在这里穿。哇！哦，哎呦，哎呦，还有嘞，那个大的溜滑梯耶！在那里球很多，在这里，哦，这里球很多，啊，走，好，跳下来，哇，太多球了，好，这里是秘密基地吗？这里是谁的秘？里面有邪恶大魔王吗？哦，你看里面的灯光，很多种颜色，哎，这里是我的秘密基地，哎。哇，怎么有这个秘密基地啊？我怎么卡住了？你要这样子